今年台湾自行车节很不一样，要邀请自行车迷一起来找欧雄组长，而第一波的任务已经开跑了，吸引很多单车迷加入了寻找组长的任务。交通部观光局今年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总共有1000台，上面都贴有欧雄组长的计程车在路上爬爬照，而且从今年开始一直到9月初，民众只要拍下照片上传到社群网站的粉丝团，还要写下通关密语，就有机会参加抽奖，邀请全民用有趣的方式一起为活动暖身。